晚上好，我是 Asia，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6号晚上10点钟喽。今天是 Asia 的不专业开箱文第七集啊，这是第七集首度搭上 Innisfree 周年庆喽。看到我桌上这些商品，应该就知道非常多，而且琳琅满目。这次的周年庆呢，从10月1号开始移入到10月15号，就为期半个月的时间。它半个月时间的周年庆欢盟登场。官网同步于门市，所有明星商品都在周末的时候会快闪8折哦，而且还有官网跟门市全部都是因为欢庆101年而所有很多明星商品都会有指定的6-7折哦，超级划算。好，但是不单单只有这一些快闪6-7折跟8折优惠，还有很多不同商品的组合商品，还有新的活动讯息。还有很多人气商品的加大版本啦，好，小心你的荷包在这个月会大失血，但你的皮肤不会失血，反而会更 Q 弹哦。开始 Asia 的不专业开箱第七季 Innisfree 的周年庆介绍跟好用商品吧。Go， 介绍这次的 Innisfree 的周年庆哦，这是 Innisfree 首度跟 Second Morning。软毛文创做了一个小小的合作，也有做一个满额赠的活动哦。从第一个活动开始，就是10月8号到10月11号加码赠送一个 Second Morning 的手机支架，这个是满1000元加码的，而且就为期3天的时间。再第二个是满1500元会赠送济州红茶的修护3件组，除了这一个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喽。第二个的满1500额赠，这个其实是3选1。第一个选择是 Innisfree 的经典洗卸3件组，有济州樱花果冻节目泡泡，就是这一个。好，第二个是济州岛的火山泥毛孔调理洁颜泡泡，就是这一罐粉红色小小的。好，第三个呢是绿茶保湿的卸妆水。其实绿茶的系列啊，都是很多人很热门而且很热销的不同商品，所以它也当然也是归类在1500元的赠送礼之一啦。这是第二个选择哦。第三个选择是 Innisfree 的保湿亮白化妆水3件组，总共第一个是济州樱花的柔肤水，它是这样。第二个是柑橘 C 亮白的柔肤水，这个产品其实我没有用过哎，所以我也对它有一种很好奇的感觉。如果大家想要继续的追踪的话，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看我使用后的感想啦。第三个是绿茶籽的保湿调理液，是这样。我刚刚说的绿茶就是普罗大众非常喜欢的，所以就是这样啦。好。这三个之中可以选一个做一个赠送的小礼物送给你咯。在第三个消息啊，是满2200元会赠送一个 Second Morning 的轻巧收纳环保袋。那这个环保袋呢长得是这样子，它外面的图案啊其实长得是一个很小很好吃的小苹果，打开之后是白色的环保购物袋哦，非常可爱。好，最后一个呢满3000元呢、啊、会赠送一个那个很可爱的 Second Morning 的小抱枕，还有第二个是满3000元啊，可以加购送 Second Morning 的轻巧小毛毯。好，接下来呢是官网跟门市都有会员加码的好礼哦。它第一个好礼是单笔啊，满2000元会赠送200块。好。那这个送满的话是当下就可以做现折咯，但有折价券以外就不可以做使用了。第二个是数位五倍券，当然也可以做试用啦，详细的情形可以在官网里面做查询咯。第三个是单月生日啊都会有8折的优惠，超级划算。第四个当然就是买1000元都会有免运费的折扣啦。好，以上就是这四个。接下来当然还有更多热销商品，
六折的优惠咯。好，第一个是济州红茶极效修护安瓶，这个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火红的商品，但是除了有做50ml 的加大版，也有跟其他很有热门的商品，如红茶眼霜等等的，做一些很不同的折扣优惠。好，我这次买的商品呢是一个红茶极效修护安瓶，是小罐的，加上两片红茶的面膜，然后红茶面膜里面的修红茶的精华也有高达 30cc 哦，其实敷上去非常舒服。再还有指定面膜啊，都有周年庆价408元起跳。再来就是入门 No.1 的日常保养囤购价格啦，除了洗卸商品的买二送一，每一个不超过250元，还有济州的香氛护手霜买二送一，一支也不到100元哦。接下来就是回购 No.1 的新手必备的好上手彩妆，这个优惠期间也是从10月1号到10月15号而已。这一些商品呢，第二件都会做半价优惠，周年庆价格一支也不到300块哦，其实也非常的好赚。再来就是周年庆的攻略啦，还有很多很特别，只有在这个月才出现的非常棒的组合。例如，第一样商品就是绿茶籽的修护组，有包含了精华、益生菌霜、眼霜等等，买二送六，价格竟然不到2000块啦，超级划算。再第二个是全方位 No.1 的修护五大肌肤问题，不管是你的皮肤很干燥啊，弹力缺乏，有点细纹，肤色不均，还有毛孔粗大，都可以一次搞定。这个组合买二会送六，总共会有8件组合哦。这8件组合的商品也不超过2500元，原价要2500，但打完折不到2500是超划算的。好，更多的独家组合啊，其实我下面都会放官网链接喽。好，最后一个呢，就是使用纸质粉5倍，居然会有一个独享优惠，就是你满1000元会加赠我的真萃面膜5件组。这个活动从10月8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就是纸本的5倍券领取之后，都可以开始做购买喽。接下来最后一个很棒的消息，就是济州的韩蓝复合滋养霜，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底，也有做重新做折扣的优惠喽。也有很多买二送三的韩蓝精华跟复合滋养组，全部买二送三也不到2500块。还有就是对抗初老一瓶搞定济州韩蓝复合滋养组，全部买一送二也不用1500块钱，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好了，介绍这么多很多不同的买一送一跟很多不同的最新消息的商品，你有喜欢哪一个商品了吗？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不如下面的网址赶快点下去，边看我的影片，然后也边寻找自己很适合的商品哦。那我们接下来就即将开始介绍今天购入的，总共有1、2、3、4，总共有4样商品的好物介绍吧。Go， 介绍第一个商品哦。第一个商品其实它是一个组合商品，有济州红茶的修护安瓶30ml 跟济州红茶的极效修护安瓶面膜一片。它的组合样子呢，长得非常漂亮，因为这个是其实要送人的生日礼物，但它帮我包装的非常漂亮，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好，这瓶小罐呢是济州红茶的修护安瓶，里面会富含一片济州红茶的极效修护安瓶面膜，其实两个功效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价格呢，原价是1400元，现在做活动的优惠价格呢是1280元啦。好，这个是可以舒缓的疲惫的肌肤，换回原有的光亮弹嫩的皮肤，拥有自然光泽的好肤质，就是给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或是作息比较不正常，还有肌肤疲劳的人，就你日常骑车啊，或是你常做餐饮业的，其实用这个还蛮不错的。好，它是专为疲劳肌啊、熬夜肌打造的高效能精华，就是因为现代的很多人会工作加班嘛，追剧熬夜，或是很多压力而造成的。
跟这个红茶精华会有强大的修护及抗氧化功能，接缓你的肌肤的疲劳，让换回你原有的弹润活力。再第二个是有高浓度的集中修护安瓶，它富含的肌肤重置修护科技，然后会有抗皱和美白的功能，让你立即舒缓疲劳的肌肤，重启年轻肌肤。这时候漂亮就从这一瓶开始啦。再来就是它清理重拾症呢，可以发挥惊人的功效，例如有深层保湿、肌肤的细致度、恢复健康活力，还有淡化肌肤纹路等等，有五种不同的功效咯。然后它也是有纯素认证的海藻百思坦润膜，就是这个面膜啦，所以可以，它就是有这个高水分感的海藻凝胶，所以能贴紧肌肤，深层修护每一寸肌肤，让你的肌肤在非常就是很常熬夜或是生活压力很大了，还是有漂亮的肌肤，可以迎接很多不同的挑战。好，这是第一个商品。然后其实济州的修护安瓶也有做加大版，跟就是增量安瓶跟眼霜组合合购价，那这个价格当然就是更高啦，总差不多2500块左右，一定是加大版的，也是有眼霜，就是两种非常火红的商品，然后也是一个新组合哦。第二样的保养品哦，第二样保养品名称叫做济州红茶的极效修护喷雾，这个呢富含有重生修护配方的高保湿喷雾，可以立即补充你的肌肤水分，修护你的肌肤咯。好，不单单只有这个那么厉害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它有唤醒活力肌的精华喷雾，它富含了 Resist 肌肤重置的修护科技，它通过了抗皱美白功能性的认证的超保湿修护喷雾，可以随时随地为你的肌肤补充水分，解决干燥的问题，赋予肌肤光泽的感觉。好，我今天有在门市上做试用，喷在我的手背上面，然后因为它有添加维他命 B5 跟微分子的保湿喷雾，所以它喷出来的感觉就是很雾气般的微小粒子，维他命的 B5， 所以它喷在我的手上的时候，我的皮肤可以很快速的吸收喷出来这个微小粒子，然后可以让我的肌肤很快速的被吸收，然后就是有美白，然后有光泽的感觉，这一瓶非常厉害，而且这一瓶是今年这个月才推出的一个新商品咯。就是它济州红茶的极效修护喷雾，让你的肌肤有活力就靠它啦。以上就是第二支的保养品小小介绍，最后一个保养品啊，这就是绿茶籽的保湿调理液，它有富含济州美肌绿茶的萃取，还有绿茶籽油，它可以给予肌肤充分的保湿，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化妆水哦。这个在官网的价格是650块，而且这个也是可以清爽补水，然后让你的肌肤可以水嫩透亮。好，它的清爽水滴质感啊，所以它可以用很多的多用途的化妆水，然后打造柔嫩光滑的肌肤。今天推荐给我的Innisfree 的小姐姐，她说这个很多人都会拿来做厚敷的使用，就是让你的皮肤更有水润水泽感。好，它有强效的锁水保湿科技跟维他命 B5 的衍生物，就跟刚刚上面那一支一样。然后这一支更特别，是它有现榨绿茶水 2.0 供给肌肤水分，然后绿茶籽油可以锁住水分，所以就你抹上去之后，除了给肌肤补水，它也可以锁水，让你的肌肤呢有一个屏障，就像我们的护国神像一样不倒。好，第三个就是清爽补水啦，它有轻柔延展，所以可以立即渗透，为你的清洁后的干燥肌肤立即补上水分，打造出非常水嫩透亮的肌肤哦。好，这个其实 CP 值蛮高的，它总共会有200ml，而且价格650块，它也很适合所有的肤质，就是我二次购入的
保养品绿茶籽保湿调理液，它在网络上跟门市都是一个 fast 的商品咯。以上就是今天介绍了三种的保养品啦、啊、好，让大家看看所有商品的样貌吧。 Go。是今天的 Asia 不专业开箱文第七集，首度开箱 Innisfree 的周年庆，还有首度踏入的红茶系列的领域啦。绿茶系列其实都是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喜欢而且非常爱用的一个系列之一，那这次呢终于首度踏入了济州红茶了。好，这个就是满额赠的小礼物，这是跟 Second Morning 合作的一个组合商品卡，它的图案非常的可爱。好，今天所有的最新消息跟活动连结资讯还有一些商品连结啊，我一并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哦。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不妨按下下面的网址连结，看看我喜欢用的商品跟第一次尝试用的商品的一些介绍咯。好，其实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最新资讯跟最新商品的活动组合，我下面都会放上官网跟连结都在下面哦。你有喜欢哪一个 Innisfree 的系列商品跟系列的保养品吗？不管是保养品、彩妆、面膜、护手霜，都可以在下面一并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咯。好，影片还没结束，如果你喜欢这影片，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啦。我是 Asia 老师系不专业开箱第七集完毕咯。希望这个冬天跟秋天啊，大家都可以美美且漂亮的度过这个今年非常痛苦的疫情之中咯。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大家晚安，拜拜。